用不着你去烦恼。自我烦恼，谁是谁非，这是一种多余的负担啊。勇健无能御啊，御就是超越，勇敢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他。御就是超越，降伏是种魔啊，哎，降伏是种魔。这卡扎丹努供给啊，圣凡见道场啊，凡啊，讲经说法的时候啊，见这个凡，而且是要装饰的时候，得用这个凡见这个道场，表示殊胜的意思。但是我们内心里面如果不建立的时候，不建立的时候，那么再好的外面呢，道场，这个凡也没有什么用。有一次啊，有一个法师啊，一剃度做者徒弟，但是他这个法师啊，后来他有苦衷啊，那苦衷啊，让他要还俗。啊，还俗的时候，那徒弟的哭泣啊，师父都给开示说，我所教给你们的法，都是政治正见，还俗是我个人的问题，你们不能受我的影响。为什么不必受我的影响？释迦牟尼佛，你叫做你依法不依人，他不是叫你依人不依法。师父现在要还俗，我有我的看法，因为我家里还有老母，经济上困难，啊，或者他有他的苦衷，那么我把事情办完，我再来，啊，所以他的徒弟不能接受这个师父的还俗，因为师父一出家二三十年，但是在师父的观念里面，他是无碍，他不是真的还俗，他有苦衷，而且把这事情处理完，他再继续来修行。好，所以师父的开示，法本无生，法本无灭，你是求法而来，不是求师而来的。哦，你既然求法而来，法无来去，法无生灭，法无垢净，你的清净心拿出来，你师父还俗不还俗，不关你的事情。好，徒弟哦，慢慢的平息。所以说，不把你内心里面清净心的道场拿起来，在相里面去对立去执着，你永远不能成佛道。释迦牟尼佛成道以来，没有说恨哪一个众生，没有说去恶哪一个比丘，或者是说他要报复什么哪个方向，佛陀没有。佛陀对善做善的人，该鼓励啊，你做善事；佛陀对恶的人，忍耐，慢慢来给感化，慢慢来感化，一天两天，免咱那边哪有这款耐心，咱无啊。所以咱袂当成道啊。哦，我们一听到恶，有没有活你啊？搞不清楚状况是什么，就是这种情形。永远不能成道，永远不能成道，因为他找不到本性嘛，找不到本性嘛，为什么？他又起伏嘛，起伏嘛。你老公，你今嘛讲，你跟他讲恶善，哪个是怎么样大修行，哪个是怎么样，我拢点点，因为他跟我生死没有关系，你的生死跟我无关系。你来夜头前，你跟他讲赞叹，那个人我好我好，我随喜。你来外面头前，你来讲这个人多么坏，怎么样？确切啊，动物化跟你生死有什么关系？所以法既能无起灭，那我们就是能够在安住当相即空的门间，马上完成觉悟的道，觉悟的本性。我现在的心情不敢说像佛了，至少我知道要在这个地方要下手，要在这个地方要下手。我来看徒弟对我有信心，我来讲啊，你依法不依人。我来看到徒弟对我无信心，我来做最坏打算。一切法本来不生，一切法本来不灭，来去是众生相，来来去去是流动相，是求相，不是求性。一相中
我内心里面也起伏，那落入生命法里面，一切随缘。这个就是法。哎，随公耶宾啊，这虽知无起灭呀、啊，是彼故有生呢、啊。虽然知道，虽然在耶公一切法没有所谓的生灭的门家啊，本来无起灭，那、啊、没有所谓的生灭，但是视线哎，让他看到有一个生。啊，这譬如说，细线诸国度啊，如日无不见呐、啊，啊，就像啊啊在这。现你这个诸国度，就像这个太阳，来清清楚楚，啊，没有看不到的地方。供养以十方无量亿如来啊，诸佛及其身啊，无有分别相啊。供养以十方无量亿的如来。无量亿，当然这是依说我其实如来啊，不能以数量观呢 啊方便说无量亿如来，表示讲成佛的，由众生成佛的已经是无量无边啦。诸佛以及啊家己的心呐、啊，无有分别相啊。来这诸位，诸佛就是净善呐、啊，以及家己的心，那个心呐、啊、是烦恼的根本呐、啊，啊。也就是讲，对诸佛的清净以及家己的烦恼各放一下，其心就是空相啊，空做空的观想，那么也就没有所谓的清净的佛，没有所谓的污染的众生，垢净一如，垢净一如，没有分别想啊，没有分别相。随地诸佛国啊，给予众生空。虽然知影诸佛国土啊，以及众生是空性啊，你上修净土啊，教化以群生啊，啊啊，常常修这个啊净土，这个净土啊啊，在这里啊啊，就是一切的啊清净的国度，不是指专主，不是专指西方极乐世界。虽然知影诸佛国土甲众生是空性的物件。但是一所修的心经这佛陀经来教化众生啊，讲自有众生类啊，自有众生类啊，形声及为仪啊，一切众生之类啊，一切形啊，外表声音甲为仪啊，无为啊啊，无为的是无为，是无为，实力菩萨。一时令尽现啊，一时会当啊，拢总同时影现。各地众魔术，二是随机行。哈、啊，讲了解一切啊，掉魔的代志，掉魔。顶摆啊，这个掉魔啊，为何教导我那 A 啊？会起动啊？顶摆我叫一摆去寺庙啊，一个佛教徒起动，起动，伊讲，因为伊迄个是观世音菩萨嘛，伊讲伊是观世音菩萨的对啦，讲讲就啊起动，我讲来，你是观世音菩萨来，你上破病，你背破病片，我听过没？背啊！你讲我是观世音菩萨啦。我讲来，你陪我听看麦啊！你也搁该做佛者，我释迦牟尼佛，我讲你释迦牟尼佛，你念楞严咒，我听看麦。你看册，看册你念楞严咒，我听看麦。你骗谁呀？我若讲到楞严经哦，这个楞严，我们后面会讲到楞严经哦，加起动的呀，伊就跳袂起来。伊就跳袂起啊！跳起来讲诶，与楞严经互相违背。楞严经讲安怎呢？除非你要入涅槃，讲我足清楚哦。楞严经讲，除非你是菩萨要入涅槃，无拢总袂使起动，讲你是菩萨过来，拢袂使讲这句话。你今日你若讲哪一个佛教徒，你讲你起动，你是什么来的？
你先翻翻看楞严经，你先边看楞严经安怎讲，你才来跟我讲，到底哪一个人是正的，哪一个人是邪法？多少人是正法，多少人是邪法？你是依经典讲的依法不依人，还是依人不依法？要先弄清楚啊！所以讲，这足简单的啦，这足简单的物件。那伊来讲。你若讲伊是文殊师利菩萨来，你就讲无你华严经头壳听看嘛，因为文殊师利菩萨是华严三圣嘛。你若讲伊是普贤菩萨过来，你就甲讲啊，你普贤恒念品你背一摆，我听看麦。这都一手的，一照伊都拢点点，一绝对讲袂出来，绝对讲袂出来。有一摆啊，一个去录音室，起动，佛教徒，查某的哦，一起动。哎，启当讲安怎呢？哎，启当讲，哎，师父，人咧讲，哎，你无修行，我讲吼，我讲啊，你是啥物来？伊讲，我是鬼。我讲啊，你哪会了解？伊讲，我鬼，逐项都知。我讲你稍等一下，我怎去杀一支笔？我怎去杀一支笔？内面手写一字。我讲，我手写字写啥？你说你写佛，我说乱讲，什么都没有写。你什么都没有写嘛，他我专门写一个佛，他又看到，我说这写什么，他说你写佛，空洞洞洞的，你骗谁啊？哎呀，这套的那对众生有好，对我不好。所以说嘛，经典听多，伊袂去迷惑，伊也袂相信迄动机的话，背起来，啊，就口口讲，足简单的物件，你先问讲，你是什么来的？足简单啊！伊来讲，伊鬼来，鬼有通啊！来，你写一字，踮在手中，无你慢写字，你凊彩画一符号，我再写啥？卖讲写者，无我的手痕安怎？你画我看麦，我的手痕安怎？你画我看麦，你鬼有通啊？我的释迦牟尼佛，你背楞严经，你楞严咒你都不会背，你当什么释迦牟尼佛？笑死人啊！楞严咒是释迦牟尼佛讲的，你竟然不会讲，不会念？你说你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你普门品都不会念？多少人死在这个关卡里面呢、啊？这是一个正信的佛教徒，还被唬得死死的，他怎么不来唬我啊？我你叫来我头前起动我看麦，你叫来头前我起动我看麦，一家暴我随时家暴。真正的啊！人家上冲叫我给你拍，阿连我讲佛祖叫我给你推，岂有此理嘛！完全不如法的，皆知众模式啊，而是随其行啊，而事先随其行啊，哎，以显方便地啊，随意该领先啊，随意该领先啊。你还是脑病死啊！啊，就是讲一切众魔术，伊拢清清楚楚啊。这个鬼佫甲我讲啥？你敢知？这个鬼佫伫录音室佫甲我讲，我走古锥啊！伊讲吼，即摆要赶你走啊！讲要赶我走啊！我讲是安怎？伊讲你咧讲的法吼无正安尼啦。我讲我咧讲的法若无正吼，你爱叫印光大师迄本册卖印，因为我拢叫人念佛啊。你看我主讲楞严经、维摩诘经，你看我倒一句离开经典来讲，这倒一句是我讲的，逐句嘛一本册啊咧，婆仔咧讲啊。我讲弥陀经，叫你念佛倒一本离开经典啊。我讲八达人家经，倒一句话我离开经典咧讲经啊。你讲我讲的是魔幻啊？你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？啊？所以讲这款的众生啊，你想救他都没有办法，唯一办法就是讲。自保平安呢、啊，自保平安呢、啊，啊，修行只有一句话，盖棺定论呢、啊。大家嘛讲一条，对不？算不是安尼，啊，那佛教徒行了这条这方面是讲起来是作弊啊呀。啊，恁那是会当截肢众模式，而是随其行。啊，讲啊，你讲的哎，卖盖起正面冲突，以显方便地，随意该领现呐、啊，随意皆能够现呐、啊。
或者是这个老病死啊，成就诸众生啊，一旦成就诸众生啊，啊，了知如幻化，了解一切拢是幻化出来物件，通达就不有碍啊，啊，安尼咱是不是了解讲啊，一切都是如幻如化的物件，通达不有碍，或出现劫尽消啊。啊，破现就是讲出现，结尽就是结末啊，啊末啊，哎要烧火啊，火灾要烧，天地皆动然啊，天地啊啊都动然，就是烧的精光啊，啊动然就是火在烧，那是烧的亮度出来，众生有点有想象啊，啊教令地不雄。你世间人啊，众生呢、啊、有常想啊，因为啊世间是永恒的啦，还没有悟到无常啊，照令知无常，一旦我一切法了解是无常，无所益众生啊，古来请菩萨一时告机下呀，化令向佛得，所以因为伊讲的道理，无所益的众生。隆重来请这个菩萨，一时来到机下啊，精下啊，来到这个室内就对啊，化灵向佛道。下面啊，无论是经书或者是禁咒术，禁咒不是禁止，是说不为人所知，叫做禁咒术。就是讲，无论是经典册，还是啊一般所谓的秘密的咒术，也就是讲。工巧啊，就是技艺啊，工巧诸技艺啊，啊，这技术性的物件啊，那么尽显行出书啊，啊，拢显这款代志出来。那要益诸众生啊，啊，世间啊，啊，众德法啊，那么摄意中出家啊，拢在内面啊，啊，发出家的心啊，因为该人学，该众生的未学，你不对下根。我甲诸位讲，对入去下界的人吼，拢无救。破戒的人还有救啊，好好忏悔啊，犯了啊这个戒有救。为什么呢？连无量寿经里面五逆十恶都有办法救你，但是你知见错误，跟着这个知见错误啊，你完蛋了。你知见错误。你就对三宝没有信心，对净土法门没有信心，你完全没有机会，你完全没有机会啊！你这个人无修行，你有犯道戒律，那你有往生，那没有问题，你好好求忏悔。你违背佛的知见，知见错误啊，那你麻烦大了。对极乐世界没有信心，对阿弥陀佛没有信心呢、啊？对三宝没有信心，那什么都不要谈。所以这个恶之见也还是众生啊。或者你觉天啊，凡王世间主啊，啊，做就是造作啊。因为阿无众生的时阵，你觉阿无啊，啊，所以有、啊、也就是有这个日夜而形成，做这日夜天的形成这个日夜啊，于天上形成这个日夜，有这个照明嘛。啊，或者是世间主啊，梵王世间主的是能够主宰这个世间的，这个梵王世界主，或是做地水啊，比如讲你跋落去水啊，哎，一变做地，哎，菩萨变做地来给你救，啊，或者是啊啊，有需要风，还是有需要火的所在，水也变形来救度众生，什么时候需要地？什么需要水？什么时候爱风？什么时候火？菩萨拢会成就你。劫中有破病啊，疾病就是生病啊，现作诸药草啊，变这个药草起来。若有福之者，那有福者，治病消中毒啊。那有吃落的人，一切病治病啊，消中毒，会消一切毒啊。那劫中有机情呢、啊？
有饥馑，就是闹这个饥荒啊，显心作饮食啊，啊，现身做饮食啊，先救也啊，饥渴，饥渴就是饥饿，那么这个还有这个啊，口渴，切以法与人债啊，你讲伊那八道腰，嘴大欠饮食，那么你先好饮食，先好食水，了切就是债，再以这个正法来告诉他。夹中又得病啊，就是见乱，见乱，危机起诸比心，化比诸众生啊，令诸无尽地。因为一切得病，拢总是道经来，拢总是道经来，啊，拢总是啊道经。那么功未合得见，所以爱令众生啊爱无尽。若有大见大见定啊。立之以等力，立之就是助这个弱的一方，以保持平等相当之力。安尼，可以不要以大欺小的对。所以讲，如果那大见丁呐，啊，立之就是帮助弱者以平衡这个战力，使他们不要再打仗，啊，攻和的对，啊，他势力相当，谁都没有打赢。啊，讲菩萨现威势啊，行方苏和安呐、啊，菩萨现这个威势力啊，行方苏和安呐、啊。一切国土中啊，自有地角处啊，一切国土当中有地角的所在，即往到一彼处啊，哦，往往啊来到这个地方，则。啊，就往往他会来到这个地方，免去其苦恼，会当来帮助这个痛苦的人。讲一切国土中众生互相吃啦，啊，那么、哦、互相吃来吃去的，该献身一臂啊，为之做利益啊，来会当帮忙安尼啊，啊，做利益啊。吸收一五欲，能够实现啊，接受这个五欲啊。啊，接受这个五欲啊，又能够义父啊，又能够示现了、啊、这个禅定啊，能够接受这个五欲，五欲是会让我们扰乱呢、啊，哎，他又能够示现这个定力，那啊，意识功菩萨这两句就是菩萨变化莫测，又能够接受这个五欲六尘啊，无论是这个啊，这个色身香味触法境界。人家说财色名食睡第五条根对菩萨无所障碍，财色名食睡怎么样，以父行于前，一切心都是定，都不影响，不要习惯他能接受无意，又可以定安心定在那个地方，表示说能动能静，那么就是菩萨变化莫测啊。我们再跟诸位说谁是菩萨，那还不晓得，也许在座诸位你们通通是菩萨，但反过来讲，也许我有一天也会做菩萨。哎，是真歹讲哦，而且很难讲啊、哦。那所以说，到底谁是菩萨？一反如干难看不？也许现在我面前的你们通通是菩萨，但是我反如我看不。啊，令某心溃乱呐、啊！哦，我惊到啊，讲这个菩萨是有够哈、哦，不能得其便呐、啊。每当回地掉啊，伤害，灰中生莲花啊，这也才恭喜稀有啊。火中表示一切无欲六尘，而能够保持清净心，这可以说是稀有，叫做啊火中生莲花，在欲而行禅，在欲那指男女，指饮食，指一切的外在，是说一直的功，他还有这个世间的欲望。但是他很有定力，甘丹公的说视线有这个欲望，但是他实在的心是根本不执着这种东西，稀有亦如是啊。哎，这边更厉害，或现做淫女，或者是说哎，视线做这个男女，这个淫欲淫女引诸好色者，哎，引得那个好色的人，这是厉害。为菩萨那么多众生啊，啊，查某化作淫女，那菩萨
杂波化作俊男，来先度你，那先以一勾牵，后令入佛智啊。你怎样讲？你有这款习性啊？他也知道，菩萨知道你有这个习惯性，来用这个方面来度你，啊，然后再引导入佛智，先跟你好，和好说话给你听，把你诱出来。哦，就是菩萨的行为。或为意中足，就是咱即摆讲的意中足，就是讲观定啊、起定啊、定定、雄定啊、定定。或做商人导，生意人啊，他需要引导啊，商人导。而且是做国师，而且做大神来保庇众生，主有善恰恰，恼善恰。现作无尽藏，无尽藏取之不竭，用之不尽，引力宽得己，何个宽法领化菩提心吗？啊，回化菩提心，我心骄慢者危险大力士，那众心骄慢的人，现心比较歹，比较歹的对，比较歹，哎，小福诸共歌啊，啊，就是降伏。一切共高的人，消福就是等于降福了。你若要降服这个共高傲慢的人，要表现比较歹，未使放火真冷。哎，你傲慢嘛，你岂不得？哦，那，我们对这个对这个共高傲慢的人慈悲，增加他的嚣张的气焰，未使。哎，比较歹，比较歹，为现大力士，他怼了，啊，降服诸共高傲慢。令诸无上道，这拢是菩萨的行为啦。既有恐惧障，然后众生怀着恐怖心啊，居前而未安，来到他的前面啊，安慰他。先施以无畏啊，先啊以这个无畏来给他施舍，后令发道心，好来再给发道心，或者是现离因意。而是视线这个离开这个淫欲，为五通仙人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仙啊，五通仙人，或现视线这个离开淫欲啊，来做五通仙人，那么也是为了开导诸群生，也是开导这个这个众生，令安住的盖论，令到诸比来宾，这个一个人在一个千呢，这是等于仙人的仙。见书供书者，看到一切代志，那供书者啊，对，对讲有需要帮忙的啊，那么现作童仆啊来，菩萨来做一个使者，其业可其意，即业就是讲啊，既然啊欢喜啊啊可其意，就是讲啊很能够认同啊这个他的心理。啊，安尼伊就发德心，所以积业可期，积业可积，就是讲，护好迄个也需要帮忙啊的人，那个帮忙，够可以真欢喜心，安尼，够可肯伊发德心，然后来做伊这个奴婢啊童仆，所以帮忙众生，完了会当度众生啊，啊，随彼之所需，看伊需要啥物物件，滴滴伊福德，啊，拢总会当来到这个福德。以显方便力啊，显靠方便力啊，该令及足之，该令会当可以满意。如是得无量啊，所行无有也啊，这款的无量的道所造作的，那么无量无边，地慧是无边际啊，地慧是无边际啊，啊，度脱是无所终啊。家庭是一切佛，以无所一劫赞叹其功德啊，有善不能尽啊！啊，安尼你甲看卖讲啊，这个菩萨，我也多量偌大，哎，安怎做，安怎吃亏，受一切安怎啊，忍辱啊，安怎实现？以无所一劫赞叹的功德，也是不能尽啊！什么人听着这款法？随闻如是法，你不发菩提心吗？不发菩提心，除彼不孝人，除了那些没有志气的人，孝就是顺从的孝，那就是顺圣人叫做孝吗？所以说不孝就是不顺从圣人的意思，也就是没有志气的人。
读了说听得这么法的人，你来不来发菩提心，要进入清净啊。众生的善恶跟我们众生没有关，跟我们自己的成佛生死没有问题。世间的对立法是妨碍我们修行的地方，我们的心要容天容地，容富啊，容贫，容大容小，容善容恶，一切以清净心。其实也不必容，一切法不可得，你容什么东西？按那心的当向即道啊，当向即道，除彼不孝人呢、啊，持名无智者，持名无智者。讲这鬼吼、哦，嘛有善鬼也嘛有恶鬼啊。有一摆，因家啊是动机啊，因家是动机啊，因家是动机。那么有一摆啊，这个信徒啊，伊这个信徒啊，啊这个信徒，伊一开始拜神呐、啊，啊不拜佛呐、啊，啊拜佛人叫得爱皈依啊，啊皈依啊。啊，皈依了吼，伊毋知要皈依什么人啊？皈依什么人啊？嘿，那么也写五个名，写几个名，写几个名出来。那么也开始宝贝，宝贝，宝贝了，对，一个一个法师宝贝，宝到慧立法师多拢总八十一杯，拢总八十一杯了。那你可见我讲的法正确吗？无这鬼，那要这神，那要报伊来遮听经，无哪会要报伊来遮闻法？算不是安尼？啊、哦、啊！所以讲，这款善的鬼会帮助众生成道啊，要恶的鬼就会破坏众生啊，就会破坏众生啊！哎，其他个甲你动啊，甲你破坏你的清净心。所以讲，人有善恶，神嘛是有善恶啊。只有圣者无善恶，只有圣者无善恶，只有圣人，他的心直去佛陀的本怀。我讲修行，修行。如果不能找到这个来去不受来去的影响的人，那你不可能修行。在这注意，那今天在参道场，那出来行行的参道场，那参这个高僧大德，参这个高僧大德，一讲的话，敢未使参师讲的话无同？伊嘛是叫你找到本性的物件，算不是安尼？那伊讲的，伊话也无同，安尼都有代志，就真大。啊，你代志就真大。那么，那人因为凡夫，所以心浮。啊，心浮的时候，已经一直是，啊，切到边讲，哎，啊，你的回光返照，就是咱本来的面目啊嘛。你的回光返照，就是咱本来的面目啊嘛。你切到天边海角，切到中国、美国，参高僧大德，伊所讲的，敢有可能离开六祖坛经，离开咱的本性？就是，啊，这本书早就讲了，啊，是你不要用尔。所以你是一百年堂来去，你不可能离开书供的饭，会用跟不会用而已啊。立不离法门，这品呢是咱微末结晶的精华。什么叫做立不离法门呢？就是讲咱这个世界啊。一切拢是相对法，啊，拢是思想的对立。那是以法界的角度来讲呢，是叫做一真啊，法界一真法界，就是绝对，伊毋是对立，毋是相对的世界。这叫做不离。也就是讲，以法界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世界呢，一切拢无对待的物件。那么，
入不离法门，就是讲虽然一切拢是相对待，但是呢，当下就入无对待世界，所以讲待离无待，无待离待，也是讲无对待当下就是对待，对待当下就是无对待的这个世界啊，这个、叫做入不离法门。啊，那么这个世间，所有一切，咱拢叫做法，一切圣灵通达的所在叫做门，也是讲世间一切法通为圣灵之道，叫做入不离法门。原来要用不离法门，用直接。足简单的道理，就是讲，有为患也无碍，无为患伊也无碍。伊善车伊也无碍，伊好业伊嘛无碍。伊看到众生做善，伊嘛无碍；伊看到众生在做恶，伊嘛无碍。所以不离就是可以包容。可以释怀，不执着，没有对立啊。所以你不离法门的是容天容地，容贫容富，容善容恶，能进能退，一切解脱自在无碍，有为无为，通通圆融。不二就是没有对立的东西。龙尼时维摩诘对众菩萨安尼讲：“讲诸人者，所以因何菩萨入不离法门？各随所缘说者啊，就是讲啊。”在座的众菩萨，一个一个爬起来报告讲，恁安怎入这个不离的法门？咱若悟的本性，当然是一啦。但是就思想来讲，是各各不相同啊。所以是一啊，所以为众书之由啊。那么入道啊，拢是不离，说归元无二路啊，啊方便有多门。那么现在一个一个菩萨爬起来讲的时候，这样可以说入不离法门啊，是很多很多方法的，不是只有一个啊，每一尊菩萨悟到的都不一样。也就是说会中有一菩萨啊，这个打字打错了啊，那个是菩萨不是善萨。会中有一菩萨名叫做法自在，法自在，说言讲诸人者啊，诸人者就是尊重啊，会中的一切菩萨。比如讲，徒弟写批写好师父，你得写恩师持座啊，恩师持座。那么师父写批写给徒弟啊，就某某贤者啊，某某贤者，或者是某某仁者啊，做师父的人写给徒弟，称徒弟啊，称仁者，有慈悲心的人，或者是贤者，这个都可以。讲诸人家生甲灭为利呀啊。就世间人来讲，生啊，有一个三生的物件，有一个开始呀，也有一个灭啦，消失去叫做灭啦，这是能啊啊，生跟灭为恶，就是这是不同的啦。但是菩萨也呢，我的下面呢，讲法本不生啊。为什么讲法本不生呢？诸法因缘生啊，
当下就是空性的物件，只是一个五蕴色受想行识啊，外表是地水火风啊，伫咧变化安尼尔，内四大外四大，即因缘业报，伫咧加转尔，无实体物件。你讲伊生，实在是希望的生；，既然却是讲伊希望的生，实在是无生啊。你因为起心动念，自己啊变出一个世界，自己起心动念产生错觉，自己一直执着，所以本在一切法相都是体相一如，都无这款物件，无这款物件，这真实相就是完全的如如不动的觉悟的本体。但是咱强迫自己，因为咱有惯性意识、习气、艺术的习气啊，等流的习气，毕竟说我们不得不分别，不得不强迫自己去走向那个业障的那一端，没有办法被强迫。因此，那虽然说生实在说是无生，但是实在说是无生来说，这样人会说说奇怪，这世间明明都是来来去去的东西，不是，意思说你这个生的本身，你透视它的时候，实在是说是短暂而且不实在的。既然是虚妄的东西，就不能讲它是生，只是凑合一下。你说生的前一秒是什么？是生，生的前一秒又是什么？那么有无穷的过患。你说这一秒灭，灭了以后，那另外一秒又跑出来，那么这一秒，这个第二秒对第一秒来讲，那么它也是灭啊。所以说，我们从第一秒来讲，第一秒对前一秒来讲，这个第一秒，那么是所谓的生啊。这是第一秒对第二秒来讲，它又是灭啊。那生本身又是灭，那灭。